王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。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，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，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。感觉着生命的凄惶，还待人以真诚的；感觉着生命的寂寞，还可以温暖他人的；感觉着生命的残酷，还相信善良的。请接受我深深的祝福。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，也许路开始已错，结果还是错，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，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，也许燃尽生命烛照别人，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，也许泪水流尽，土地更加肥沃，也许我们歌唱太阳，也被太阳歌唱着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看吧，在那镀金的天空中，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是上一代人的诗歌。蹉跎岁月里的追寻，从绝望到希望的探索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是这一代人苦难的哀歌。疯狂复制般的过往，撕不烂的经历，与情感深相契合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是最后一代的凯歌，为经历苦难的中国唱一曲得胜的赞歌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与苦难的基督相遇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十字架的救赎要临到我的祖国。神啊，多灾多难的中国为什么如此坎坷？而你又为何在苦难中沉默？神啊，还有多少不公不义，这灾害为什么临到我？失联、失节、失态、失踪，生命丧失殆尽，得人得救，得俗得恩，神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。我们等待神，是因神一直在等待我们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是千年门楣上的惊鸿一瞥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是走出旷野心灵的黑夜。桎梏的锁链，无形的锁链，神亲自为我们断开，就像母鸡等待新生命的出壳。神用苦难的扩音器向我们喊话，2022，印象中国，你我都是神所爱的当代约伯。最终明白，在恢宏的叙事中，苦难的救赎与创造相连。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，而是承载苦难。哪里有苦难，哪里就有神。起初创造的美好，原本就是神的工作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人在锁链中流泪，神在十字架上流血。2022，印象中国，女子在午夜街头被殴打，耶稣在死亡台前受鞭罚。神一直都在，
一直都在扶持、陪伴、安慰我们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他在红海里，他在火窑中，他在亚杜兰的洞里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在受苦人的心里，他在聆听者的耳边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照着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2022苦难中国，神顾念我们每一滴眼泪，每一处的伤痕。2022印象中国，神已经进入到掌大权宏伟的叙事当中。2022拯救中国，经历苦难的华夏大地，神羔羊已经得胜。2022感恩中国，神的儿女同唱一首跨越苦难的天歌。